是田小鹏。大家刚才看的视频上呢，是即将推出的《大圣归来》的 PlayStation 4的游戏。这款游戏是我们十月文化和索尼互动娱乐联合开发的 PlayStation 4的主机游戏。大家将要在这款游戏里扮演大圣和江流进行冒险打怪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大勇。对于大圣的整个制作团队而言，能够参与开发这款游戏是非常新鲜、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。游戏里会再现大圣归来的情节，也加入了新的剧情、新的反派角色，也有很特别的关卡设计。我们和日本团队正在一起努力，希望充分利用 PlayStation 4的性能，让游戏画面达到甚至超越电影的视觉效果，对于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。 PlayStation 4的优秀的游戏是非常多的，我们也希望能做出自己的特点，希望能把中国的这种东方美学和神话故事传递给众多的 PS 玩家。我相信不管有没有看过电影，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会有很棒的体验。